再来再来，大家加油！妈耶，我们跟着老师走。滚！好，我们就哦，抓着老师了。对。跟不上我的速度啊！这样会变心理战的，老师就最后一秒往前跳。那肯定的啊。大家一起下。但我们至少知道个大概，应该还行吧。好，我们要看清楚对的。我附近都没有人。哦，这个很可怕啊！这哪里我可上次怕了？穿的蚂是蚁跑起来喽！我在跑啊。这黄色黄色，这个再错真的是不好痛啊！你就已经麻团很多次了，我吐血吐满地了。老师在哪？看不见老师啊！我找到了。哦，是这个吧？是这个吧？哦，这是钻石靴靴，不是钻啊，你石走靴靴，错了。皮革靴靴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对对对，我蚂蚁，快点来报道。蚂蚁在这边。老师不对，你那里不对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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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老师，你这不行哎、欸。哎呦哎呦，而且蚂蚁这次会玩了，终于。对，老师，你就站那里，不要过来拜了。拜。哇，还叫人家拜拜耶！李叔好扯哦，哇，我们大牌了耶，唱起来了呢。好扯哦，是这个叔。是不是不是？在色盲啊，在色盲啊！蚂蚁还活着，我活着，活着，活着。睡哟，睡哟。哦，这两个人哦，我靠自己的，我没有偷我也看。靠自己的，才没有看解答嘞。干嘛呢？卢米是好真，可怕！卢米，不是，哎，这个颜色深浅差这么多哎，卢米。我刚放下去想说，哎，好像是对的，那我跳跳看旁边，然后没想到秒数就掉了。卢米。不。Hello，太会了！就这样子被弄掉了，而且，哎呦，蚂蚁还活着，对不对？蚂蚁活努米，着，对，眼睛用太多，眼睛不好啊，老师，我需要点眼药水。你要去点了，去点了，你有很多时间可以点啊，你就不点啊？哦，我等你点，等了好久啦。点一下这个，然后这个时候。我直接站在对的位置上，预言家，谢太可谢。怕了！考验眼力的时候，没问题啊。哦不，哦，迪士尼离老师有点远哦，哎不知道怎么办。呀，我的伙伴们！这次蛮简单的，还没有要大跑的，完了！这次蛮简单的。哎，你怎么没倒？切！迪叔还在，迪叔在骗人。对，对，说老谎师是小猪，迪叔，是大猪，你大肥猪。就是呢，就在你旁边，蚂蚁高光时刻，蚂蚁啊！什么什么什么？蚂蚁掉下去！呛爆蚂蚁迪掉叔，蚂下蚁迪叔都连你比不过，你轻松赢呐，轻松赢好猛呐，啊，蚂蚁太神了吧！下雨喽！下雪了，我还有这个这是新的吗？还有这个机子哦，拿它到是那个那啊，个颜新的色东那个道具啊，很酷哎，哎没有哇，在哪里？中间哦，中间全部全部一一起，蚂蚁，啊，好的，原来全部一起啊，吃鸡了，蚂蚁，我们六人一起吃鸡了，哦，好猛蚂蚁，这游戏有难吗？蚂蚁。哦，
还可以，蛮好玩的。对啊，蚂蚁你吃鸡耶？你觉得这游戏会难吗？哇、欸，有难吗？露米，超难，怎么会有人直接掉下去？不懂哎、欸，不就是吃鸡如饮水一样吗？对啊。这游戏第一次玩，他不懂。哦，你第一次玩哦？没有啊，蚂蚁也是第一次啊。他第三关就已经吃鸡了，露米。嗯，他前两场都是第一关就掉下去了。嗯，他现在就直接吃鸡了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又好想吃鸡啊，弟叔，怎么办？好像又要输了。好像又要输了，没那么夸张吧？不会啦，不会啦！你是不是在骗人哦？太神了！这游戏对色盲太不友善了，真的。哎呦！哎呦！对，这是对的。很不难。看来有色盲。哎，冤家！哎，有人在看。超远超远呢，很近很近。喂 ，Easy game， 差点就输了。我蚂蚁都不会掉了，真的是凭真本事在吃的啊！这跟糖豆人很像哎。哦，好猛哦，蚂蚁。啊，还有更糖豆人的，等一下可以玩玩。可是你应该会比较难一点。玩了，太远了，太远了。跳哦，最后一页，不然会被大家笑翻天呐、啊。还好我有一个自信一跳。哦，你确定吗？差点站错。你确定？我刚刚超不确定的。不要害怕！啊，没踩到，哎呀！啊，蚂蚁胖出去了！啊，没跳到。哦，没跳到，要跑快一点。挑，它好像都会挑那种比较少的颜色。好远好远！不会。可以啦，行的，是吧？你确定吗？不确定。我开始跟着老师走好不好？我好像找不到老师了。应该是是吧？是吗？要成这样了，可以吧？是不是有跟屁虫啊？在跟着别人走啊？我们有保持一定的距离的。是不是在跟着别人走啊？我看你是在跟别的玩家哦。你不是靠自己哦，要不依你靠自己啊！你不是靠自己哦，下去！迪苏鲁米一起摔！那个明明是那个颜色，对吧？我个骗人！为什么要欺负色盲？哎，才第13、14关，你们就不行了。上去看起来一模模一样样啊！对，露米的骗人。好好去配眼镜吧，你们。看不懂颜色，问蚂蚁啊。啊？蚂蚁说：“我先去配眼镜了。”还好啦。对啊，吃鸡还好吧？好难哦，没吃过鸡。我也没吃过鸡，所以我们一起就去吃鸡。这么 easy， 哎，融掉了，还在皮，不小心滑倒了。哎，冤家！哎，哎呀，哎，是5个人的，加油！哎，冤家！哦，有人下去了，好快哦！1.5秒喽！我就知道，对决 battle， 完了，这什么颜色啊？他也掉了！一起，伙伴一起吃鸡啊 ！Snow 提
TW 一起吃鸡。他最后颜色很花啊！恭喜恭喜！旁边其实就有的说，可惜啊，吃了吃两剂了，吃太饱了，哦，肚子好撑的迪叔，来，我们跳出，吃太饱了啊！瑞老师很饱，救他！好饱好饱，我们帮他，这个你们可以玩啊 ，TNT Run， 蚂蚁，这就是糖豆人的啊！你走过的路，地板会消失。哦，蜂窝迷途，蜂窝，蜂窝。要现在就要走了，现在就要绕喽。他倒数三二一，我们这边就要开始绕了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啊，那个羽毛是干嘛的？羽毛让你可以两段跳，如果跳不过，可以利用两段跳。嗯。哦，就这样。哇哇哇哇哇！哇操哇操！冷静冷静，没事没事没事。迪叔呢？迪叔呢？我是第二层的，有人阴我。哎，我也掉第二层，可恶！他在下面陷害我。哎，是不是也想害我？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我放心，我们在第三层等你们了。你在害，你在害。迪叔，你变慢了，迪叔。迪叔，你很坏哎！哇哟！迪叔，你又变快了，哎！我想到这一层，算了。好开心哦，阿叔！哦，我看到蚂蚁了，蚂蚁地狱香水啊！不要啦，我快要到最底层了。嘿，露米！啊，老师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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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地狱香水，一起玩游戏嘛？哎，怎么掉了？怎么掉了？哎，怎么又掉了？哎呦，我的天，玩过头了！你等一下就要下来了，啊，真的下去了！哎，剩三次了！哇，好好，我好厉害啊！你就在皮，哎，有人用我，你就在皮，妈耶，还想害我？我在皮，没关系，我已经在地狱深谷等你们了。哎，我们三个人都在最后一层了，天哪！所以我就在下一层了。你就完了，我没了。哎，还没用到你啊，叔。我 double jump 怎么还没 Q 出去就 double jump？ 没有，因为我们玩伺服器会延迟，基本上那 double jump 很难。哎哎哎哎哎！可恶！第三名，黎叔第六，蚂蚁第七，不错啊！没有奖，来喽，加油！真正暖身暖好了吧？会玩了吧？会了，刚好玩呢。会了，黎叔，我们掉。黎叔超低。黎叔，我们去找那个刚刚钻石角角那个，在附近转圈圈。我觉得我们可能会先死。来哦，嗨起来哦！不会啦，不会啦，努米加油！绝对让你们嗨翻天的！这里有一个探字的，哎，可恶！走开！怎么有人想害我？我已经闻到了，你闻到害你的味道啦！没错，这都是……哎呦，有探字狼哎！哎呦！嗨，一下子掉到，嗨，露米，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知道什么叫做 S？ 我没有。露米真是人心险恶啊，露米。哇，迪叔都这样说别人呢，好扯哦。露米怎么这样？我对你这么好，我感受到啦。对决是不是？来啊，跟得上我的速度啊！跟着上你的速度，怎么有人要害我这个人？他是不是针对我？他是啊，他不是针对你啊，他只是看你不爽而已啊。哎，你第一层哦，怎么那么快？救命救命！哎，不会吧不会吧！救命救命救命！没得救啦！我在蚂蚁之后跌下去了。
分。我连低速都不如，我已经是个小废物了。啊、哦、啊！我已经记得。